十字路口的西南边有一个医院。啊，这里是十字路口对吗？对。啊，十字路口的西南边，在哪边？十字路口的西南边。这是西边啊。是。有一个医院，所以这里是哪里？是医院。医院啊。西北边是一个百货大楼啊。西北边，西北边在哪一边？西北边，西北边啊，是一个百货大楼，所以这里是百货大楼。百货大楼。嗯，然后呢？百货大楼附近有一个饭馆啊。百货大楼的附近有一个饭馆。这对饭馆。百货大楼的东西东边有一座天桥啊。百货大楼的东边有一座天桥，在哪里？天桥在这。对，天桥。嗯哼，嗯，下了天桥就可以走进一个公园。啊，下了天桥就可以走进一个公园，所以这里是公园。对，公园。百货大楼的公园的东边还有一个书店啊。公园的东边还有一个书店。东边对书店。嗯，书店。嗯哼。嗯，公园的南边也有一座天桥。啊，公园的南边也有一座天桥。这天桥。对。嗯，还有。过了天桥就来到了我们的学校。啊，你过了天桥就来到了我们的学校，所以这里是是我们的学校啊。学校。嗯，学校的南边有一个图书馆啊。学校的南边。南边。对。图书馆。对，图书馆。嗯，好了。